先自我介绍。我是从池上，大家知道池上吗？就是很多雾里的那个地方。我的故乡在那边。然后呢，那边有很多不同的人，有闽南人，有客家人，也有原住民，就是阿美族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的部落就是吉果爱，然后我们就是从那边来的。然后呢，他是从屏东来的，然后我们就是在台中大学，然后我们认识，然后所以这个团。好，接下来再来这首《马兰姑娘》。Doro, doro, ano, gasore.